印尼女子被巨蟒吞噬，蛇腹中发现全尸。印尼一名女子上周忽然失踪，随后被人发现她已被七米长的大蟒蛇给吞下了肚子。根据法国新闻社报道，54岁的瓦提巴上周四晚间在菜园里突然神秘失踪。因为她没有从菜园回来，村里大约有100位邻居和亲人都出动去寻找她。结果有村人发现提巴的拖鞋和镰刀，之后在30公尺外发现了一条7公尺长的巨蟒。村民把巨蟒杀了之后，结果发现提巴居然已经被吞入蟒蛇的腹中，他的头先被吞入，躯干还是完整的状态。巨蟒攻击动物的事件时有所闻，但吞噬人类却是少见的。但看来这对提巴来说已经太迟了。别忘了，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。